来的话要不要来？好，可以啦。是吼，就是你讲总爷这个所在安怎？明白。我常常带孙来。哦。哎，这草皮常常好一点，安尼走安尼，真好，安全够好安尼。那办这个活动呢，要往西北，西北这个地方来办了，因为给小朋友了解到跨年晚会要过了明年的2021年了。啊，这有囡仔哦，你这生了想要泡泡，希望囡仔来生诶，啊，就让囡仔体会到这泡泡会好看，啊嘛非常的好吼，这感觉感受非常好了，对啦。啊，我意思讲啊，这应该只有多多办一寡活动来开发，好每一个开发大人也好，囡仔也好咧，会当享受到元旦节的前夕这个活动。掌握市政三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三分钟，我是林怡婷。台南政府所举办的耶诞跨年系列活动将于本周六登场喽。12月5号于总爷艺文中心将举办野餐音乐会，爸爸妈妈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总爷野餐，一边观赏小青蛙剧团所带来的表演，绝对好吃好玩又好看哦。而12月13于烧龙文化园区将举办欢乐嘉年华，小朋友可以到现场玩闯关活动、泡泡派对，还可以观赏银河谷儿童剧团所带来的表演哦，爸爸妈妈准备好一起带小朋友来狂欢了吗？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伟哲市长怎么说吧。各位好朋友能够来到台南，开始我们这个礼拜六，就是12月5日开始揭幕的，来这个台南市的这个耶诞跨年系列活动。那今天第一场哈、是在总爷艺文活动中心哦，来举办，一方面小青蛙剧团。的一个亲子剧，其实坦白讲，我们耶诞跨年活动是越来越多，从去年刚开始，是由这个市府戏社广场，还有这个在萧龙文化园区，要在新营的点灯，今年就再加上麻豆，那未来我们当然有机会看财力如果许可的话，我们希望会在更多地方举办这个耶诞跨年活动，因为台南市的幅员很辽阔，你如果集中在一个地方的话，坦白讲可能有难免有遗珠之憾、那所以说我们一方面是要让各地都有活动，当然秋冬防疫不可少，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戴口罩，兼具防疫跟欢乐的气氛，把防疫做好，那大家一起快快乐乐的来参加我们台南市的系列耶诞跨年活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欢迎收看12月9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年上热门的食品安全议题，应该算是进口美国猪肉，也因此引发大家对相关食安的关心。对此，南台湾食安论坛上在南台科技大厦登场。今年希望建立食品安全文化作为主题，希望共同来维护台南美食之都，和消费者吃了安心。来自南台湾三瓜学研的代表上午主持在南台科技大学将进行第四届食品安全论坛，经过了解该校新增市府卫生局的计划，对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法律甲业者自主管理等每一届拢设定无同的主题。伫今年，就希望业者将食品安全的观念内化成一种企业文化，让消费者拢会当安心。今天是第四届南台湾食安论坛的一个的日期了啊。那我们卫生局在台南市政府是非常注重食安这个议题，所以我们跟南台科技大学的做一个长期的合作。那在每一届的这个南台湾食安论坛，都是由我们卫生局跟南台科技大学一起来主办。那么邀请所有的食品业者还有专家学者一起来哈。做经验的分享，并且希望透过这种内化的力量，让食品安全成为一个文化，让我们的食品业者能够把这些文化深入到我们的一个日常行为中，也能保障我们食品的安全。对此，南台科技大学为了增进社会责任，也吸收到了专业的资源，除了营销台南好食的形象，会当用心交配，也规划网络美食地图。过去以来大家对吃都非常的重视它的安全问题。那我们刚好这样一个机会，
来承办啊台南市食安计划，从啊业者啊到这个中间的啊生意人，到我们啊这个消费者啊，我们都建立一套啊非常完整的啊自主管理跟这个啊网路地图，来啊让我们的民众啊了解我们台南市啊食安啊做的情况，跟哪边有美食又安全又优良的这些厂商的地图位置。今年该食品安全论坛主办单位马基台的提醒，食安管理的同时有搁较侪共识诞生，共同维护台南美食之都的名声。台南新闻军旗郭博义采访报道。昆山科技大学得到教育部补助，进行校内资源，也甲南部的高中职成立了南区智慧制造教学联盟，配合正式举办新年大会。会长嘛为机械手骨的维修训练中心揭牌，希望为培训人才进一分心力。昆山科技大学这几年积极推动智慧自动化机器人相关的课程。现在得到教育部有声的补助，昆山科技大学也邀集南部的高中职学校，同时在相关企业的合作之下，共同成立南区智慧制造教学联盟，配合举办成立大会。会长李伟、陈天辉和林义进也都出席见证。昆山科技大学校长表示，希望透过安内合作，让人才培育的环境更加完善。是有一次跟了很多高中职的校长一起吃饭，吃的时候呢，他们就有提到了说，我们的总裁哈左总裁有捐赠了这个机械手臂给各个高中职的学校哈，那然后他们也都有在试着去组装，然后都给它建制好。那刚好呢，我们学校跟上银科技呢是历年来多年的伙伴，一直在有教育跟这个 training 的部分哦，所以我们是非常的驾轻就熟，所以对高中职的有一些学校的校长呢，那我们也义不容辞的，就是说如果有不会的话，我们可以来协助，然后把它建制起来，然后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培育我们的青年啊，年轻的学生能够了解一下智慧自动化到底是什么东西，从高中职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到教育训练的状况，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他们可以再更精进化啊。我第一次体会学校教育太重要，因为三星五金在里面呢，一大堆是台大跟那个成大的机械系毕业的高材生，他有人才呀。所以这个企业家如果不上学堂上九家培养出好人才，我们企业界有什么希望？我们的人才是来自学校。所以从此以后，我一方面我跟 UC Berkeley 合作，我带了十五届台湾的企业家去上课，那同时我开始投入这个产学合作，所以这些年来呢，一直没有放弃。昆山科技大学也将合作北京学校设立机器人教学示范点，并巡回展示机器人的应用功能，同时合作学校培育政治教师、科处机器人工程师的证照。积极甲高中端分享资源，共创双赢。但新闻国播已采访不得。台湾首位天团关怀社会组织，对民国91年开始，在固定每一档拢会颁发自强号的慰问金。今年总共693名组织通过申请，每一人发6000块，总金额高达400多万。首位天团表示，期待抛砖引玉，带动社会做回来关心组织。台湾首尾天团自民国91年起，固定每冬发送慰问金，至今已经迈入第18冬，收费人数超过10000人。因所推行的各项公益活动，拢是希望会当向社会传达善的正面能量为宗旨，将爱心送到社会每一个角落为目标。无私奉献付出，嘛带动社会寡济人做伙来关心弱势。公务正无闲的台南市长黄伟哲，嘛特别伫颁发典礼开始之前，来到现场，向首尾天团所有的党干事以及工作人员表达感谢。天团关于晚会，咱党属会是党属长，咱各位副党属长、各位党干事、常务党书，吼、哦，来先进台顶来啊，代表咱台南市民来甲大家感谢。原因就是咱天团这侪年来，当年对着咱的
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吼，以及咱的学生，吼，的这个奖学金，加生活上的帮忙，拢是不遗余力，吼，唔但是咱信众所寄付的，吼，的这个金钱，嘛是由社会各界寄付的金钱来出来赞助来帮忙咱的这个咱的所谓助穷户。今年社会经济歹，搁拄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有袂少民众的生活陷入困境。来申请慰问金的案件，总共有1188件。为了公平原则，庙方委托中央日报代为审查资格，最后有693名绿色民众通过申请，每一个人发送6000块，总共颁发出4158000块的慰问金。咱自从要做家，已经19单啊，哦啊已经。好多几万人吼来，伊来做社会公益，啊，我相信咱台湾需要真大会继续做咧。啊，今日当讲咱逐个人来结缘，包括台湾市长嘛，逐个人祝福，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啊，嘛会当讲保庇玉皇上帝，当保庇大家人平安、身体健康、大赚钱。啊，我嘛是代表咱个董事会祝福大家同款，会当讲。家庭和乐，啊，万事如意。台湾守护天坛，除了担任好宗教安定人心的任务，遵循宗教对人关怀的宗旨，将累积的资源积极投入伫咧公益慈善事业当中，长期关怀弱势族群，赞助社会公益，成立老人养护中心，发送奖助学金等，这也拢得到内政部以及市府颁奖表扬。台湾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南美中校友总会在要校创校99周年时，要再度办理第14届校友杰出成就奖。今年上特别的是，当初设立该奖项的洪安昌医师，25年后嘛被推荐获奖。另外，该奖项取消敏感的政治类以后，今年专业服务类由立委林俊贤来获奖。在台北中校友总会理事长德英总的见证，洪安昌在校长廖在国手中接下这座校友杰出成就奖。难得是这个奖项也是25年前以担任校友会会长所创立，现在25年后第14届才被推荐获奖，将在12月10日校庆当天正式颁奖。当然是真欢喜啦，吼！啊，这个奖哦是要哦。哦，台南中哦，足侪杰出校友以后拢会当摕到这个奖，安尼。你本身心情啊，你摕这个奖。哦，啊，当然真快乐啦！25年前，我创立这个，伫校友会甲成立这杰出校友成就奖的选拔吼。啊，过去在台南中里全世界、全国的校友的力量哦，啊来。哦，募集这奖学金吼，即马奖学金也当增加到4-5千万，这吼、哦、是当然我真欢喜，啊，佮今仔日我家己吼得奖，我嘛真欢喜啦，吼、哦，谢谢这校友会李干事佮你甲我推荐，吼、哦，这校友甲我推荐，谢谢。即届除了洪安昌，现已届数超过50档，佮关心母校持续关注助学金回馈的贡献以外。校长上午也公布南美中第14届校友杰出成就奖名单，包括杨俊宇、杜元坤、沈延胜等7位。其中7年前已经取消的政治类，目前改做专业服务类，由立委林俊贤获奖。这次能够获得母校台南一中杰出校友奖，我个人当然是觉得非常的光荣。但是也觉得诚惶诚恐，我觉得自己实在是还不够称之为所谓杰出啊！但是也感谢校友会很多学长的肯定，他们大概是以我过去在政治啊社会上的公共服务啊，来给我一些加油鼓励的肯定。我们对高中的时候啊，这个母校哈、啊、都会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尤其明年是台南一中。建校100周年啊，更是意义重大。那我们特别感谢校友会会举办一连串的相关庆祝活动。对于这次能够获奖，啊，这个给自己鼓励以外哦，让我未来哦更是需要加油打拼。
南一中的这个杰出校友的讲座是由我们的杰出校友也是第九届的杰出校友郑春雄雕塑家所雕塑，它有几个重要的意象。好，第一个 A 就是 art 艺术的部分，第二个有 S 是 science，这是科学，好象征了南一中的校友在不仅是科学方面、数理方面，还有在人文艺术领域也都有非常优秀的成就。那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个一的意象，一的话就是 first 好南一中。那另外整体来讲的话是一个凤凰飞翔的意象，好代表南一中的在100年以来那么校友的表现如同凤凰一样那么飞龙在天。今年南一中创校99周年，校友总会办理第14届校友杰出成就奖，累计到达已经有151位校友获奖，也借机会鼓励学弟妹向因来学习。台南新闻郭志国播音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扉页。敬请锁定每晚8:30第三公用频道。今年是贝多芬250岁名单，国际上原本规划真济庆祝活动，不过由于疫情，大部分拢取消。对此，台湾知名的大提琴家张正杰为了和平将会当为贝多芬庆祝，20号将伫文化中心举办独奏会，票价只要100元，特别让全民拢当轻松来欣赏伊的音乐。今年是乐圣贝多芬迎接250岁的名单。世界各国也拢规划了相关的庆祝活动，但是受到疫情影响来取消。台湾知名的大提琴家张正杰老师为了避免贝多芬伤心，又原伫台南规划了一场庆祝音乐会，将要伫12月20号登场，邀请市民朋友踊跃来参加。如果若错过，搁爱等待250年。2020年哦，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我们称为他乐圣的贝多芬，他刚好250岁。那其实，在3年前哦，全世界都已经计划一堆要帮他做的生日音乐会，我估计起码有5-6万场。结果这个2020年这个疫情一发生以后，几乎全世界都取消光了。所以呢，我觉得身为台湾的音乐家，我们应该让贝多芬让他不要伤心，对不对？哦，那乐圣贝多芬，在让他再等250岁也太久了嘛，所以呢，我就决定一定要在台湾帮他做一些特别的音乐会，那就是用贝多芬别伤心，我们演奏贝多芬的作品哦。那我在这边邀请大家12月20号，来台南这个文化中心或者文化局的演艺厅哦，一定要来文化中心这边听我的这个独奏会哦。这次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张正杰老师特别将票价定在100元，也笑着表示这个价格跟牛肉汤差不多，希望和平将无负担来欣赏音乐。这场音乐会呢，我真的是疯狂的把票价压在100元啊！我想这个应该跟牛肉汤的价钱差不多而已嘛，对不对？我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不要有压力，可以来听一场贝多芬的音乐会。那更重要的是，这场音乐会的票只剩下一些而已，当然是嘛，跟牛肉汤一样嘛，对不对？要用抢的，所以请大家务必赶快去买票。这次的演出也将会表演另外两位作曲家舒伯特和理查史特劳斯的作品。希望透过优美的音乐，让大家可以有气力度过疫情威胁的现在。但是新闻播音采访不得。在晚上，为了让机车族了解需要代转的停车位置，交通局先选定两位来设立闪光的提示，希望尽速加强整体安全。目前先试办来观察效果，有需要就扩大办理。
暗时啊，光线较暗，那骑机车对安逸路要转庆平路，又需要台转，所以公交特别珍惜夜间相光的警示，除了有效提醒机车组停等的位置，嘛因为先利用 T 字路口已经提供的人行道空间来使用，所以嘛顺续提醒沿路人注意有加一坎撇边跋倒。是今天主要的记者会，是主要是为了加强那个在机车停等区的部分，我们做一个光字的闪示，可以加强用路人知道说停等区的位置，以及可以加强用路人他在行进间那个辨识说，哎，旁边有车辆在停等，然后提升整个路口的安全性以及辨识性。目前其实我们有别于新北市以及桃园市，我们是创先采用太阳能那个、太阳能灯泡，这样子可以不用通电，而且它也不受地形位置的限制。啊，目前我们本市是目前是选市那个，我们主要是由庆平路以及安义路以及那个在台南转运站前的那个公园路，我们做目前是优先做示范。当然，公交参考外观车经验，改成片面用供电的电固较容易故障。不过，到底成效如何？目前只选择安平甲公园路台南转运站两位来试办。如果民众反应拢袂歹，则评估伫其他条件许可的路口扩大办理。咱的新闻官是郭博义采访报道。根据研究报告，粉内面有害加致癌物质，会当讲是百百种。要食粉实在是无一块好，尤其现代人愈来愈重健康，想要戒粉的人嘛愈来愈多。贵中华病表示，如果真正歹戒，会当寻求戒粉门诊的专业医疗来协助，相信会当提升戒粉的成功率。尼古丁、焦油、一氧化碳被称为粉内底三大杀手。食薰竟然会造成全身躯的伤害，甚至阁会危害到后一代。为了家己甲家人的健康设想，真侪人拢想要戒薰，但是敢若我靠一支烈来戒毒是真无容易的代志。这个时阵，其实阁当寻求戒薰门诊以及卫教的帮忙，提升戒薰的成功率。香烟的危害，其实在医疗上最常见的就是会造成就是血管性的阻塞，或者是中风啊、心肌梗塞等等。那我们医院有提供就是戒烟的服务啦，就是能够来参加戒烟卫教跟戒烟门诊，然后帮你戒除烟害，然后让你不会戒烟很困难，不会有烟瘾的那个困难的表现。好，所以戒除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口服药物，然后我会借由咨询给他一些生活上需要帮助他帮忙的计划，然后会教导个案，让个案更容易戒烟成功。这些口服药物的资格呢，它其实是国家都有补助，那只要是你有健保，然后18岁以上，然后有符合尼古丁成瘾度是4分以上，跟或者是一天抽烟有超过10根以上，就可以参加戒烟门诊。贵中华病的戒烟服务包含戒烟药物治疗、戒烟卫教服务，协助想要戒烟的民众下旬尽早找回家己的健康人心。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因为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晴分天气，温度20度到25度，落雨几率一成，海平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十二月9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